好，黑龙、火龙也讲了，还是南瓜车。还有金龙哦。先看一下南瓜车好了，南瓜车我比较没印象。好，然后等一下再看一下金龙，我觉得就差不多，就把这些讲完。现在回来。然后金龙，金龙嘛很可爱的。像是万圣节还有什么火焰特效啊？那这戏真的是做得太美了。扩展十二级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就是这么好生，就是这么好生。那你就去征战一下，就是做一个抽奖。今天中午你就讲到这里嘿，说再来一个，总感觉我地点被动过。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我之前是住那边？新闻怎么又怎么了？11月129点多的，好，我以为他要挖出了呢。然后主线现在是卡的怎么样？钱，铁矿，真的假的？人口，不是吧？缺铁。